一次又时报 iStar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云云。我今天穿的就是 Chloe 最新的秋冬的 showpiece， 然后那我身上穿的这个洋装，这个 wrap dress 红色的，搭配着很有型的深蓝色的靴子，然后再配很夸张的项链跟耳环。那我今天等一下最想介绍的是我手上的锁头包。这个包包最吸引我的是它很小，但它其实蛮耐装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挑的这一款是的，有两个颜色的拼接的颜色，那带我搭配这么红的洋装上面，我觉得它还蛮可以融入的。再来就是它很可爱，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小链子，上面有个小钥匙，它其实不能用，但是呢它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口，很可爱哦。然后它下面有个像镜子一样，这样你可以反光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很方便。是整晚我刚刚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在照，就觉得好方便哦，都不用带镜子出门。所以这个包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平常白天出去也可以用，晚上就是一个小小的 evening bag， 很实用的一个包这样。哦，软糖啊，我一定会有软糖，人家有护手霜对不对，我没有，我就有软糖。然后香水，而且可能这么大罐我还是带，就是一定要给它塞进去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跟着香水是跟着香味是跟着心情走的，那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香味代表一个人，那我觉得那个是一种礼貌，所以香水跟软糖。我刚刚其实有逛了一下，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买一些大衣类的。那我手边的旁边的这个大衣呢，是我刚刚看了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它软软的，我最喜欢穿软软的东西。那这个是软软的一件风衣，然后它有点跟一般以前以往我们对风衣的那种想法是不一样，它是拼接的布，然后它就很随性感，很像我平常会穿的很随性乱穿的混搭的一种方法的配色，我很喜欢。那我喜欢大地色，所以这刚好符合我所有最喜欢的风格这样子。